我只有第七季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快，我去作战吧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先走一步。战争继续。太早呀。后边后边后边，五星大队员追了。我快速回城，兄弟们。顺便收波兵，我也不想走回去了，太累了。他们的灵魂在祈求着解脱。为啥我是中单呢？我忘了我是中单了。我靠，银马中单啊！嗯，我从。银马中单怎么玩啊？耶！杀一波狗头人，狗头人没闪现。这武器大和一放的跟头死一样。杀了！来，面对死亡，战争既是永恒。猴哥来了！猴哥没闪吧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要是没被红烫死就好了。
来把长剑。他们的灵魂在祈求着解脱。那我既然是中单，那我就出三项吧，我就不出分离者了。快了，嗖嗖的。幻者正在逼近。猴哥来了，耶！我去作战。这大招冷却时间也太长了吧，140秒，要干啥呀？猴哥打起来了，这我得来掺一脚。哎呦我，可以，那我去一波下路。走。耶！小哥帅。性格啊，纯的是制造难度啊，它纯制造难度，没有难度是创造难度。怎么回事？我也自斗难度了吗？赵信给我传染了，兄弟们。这个赵信呢，怎么有个红呢？赵信给我传染了。赵信别送，放马过去吧。
An ally has been slain.不被他打着，这他妈可以杀。这，不是不被他打着，不被他 W 着。干哈嘛？性格又开始自造难度。快走。这把比较适合这紫炎之力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信哥，你没有自己的野区吗？伤害真不行，猴哥来制造难度了，给我把这猴杀了。这猴就价值110吗？啊，助攻110，那说明猴还是很值钱的嘛。不得不说，这信哥是真能蹭的。小法师想打蓝，我就打死他。我凌驾于死亡之上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没蓝？
炎之力也出来了。 Legendary。咋还分低呀？紫炎之力伤害肯定低，不是不是，就这三项都伤害这么低，不厉害，真不是很厉害。改的这银马强度没太上来。太对呀、啊！这，我控不住，我老快了。我这都秒解。你拿对面的红，我拿家里的红。没活，赶紧拿蓝呢！拿对面的蓝不就完了吗？你这个人你不道德！我帮你这么多波，你还抢我的东西！
那我决定把家里的也拿了。我一个都不给你们留。来，我们俩赛跑。软弱无力。喂，我不知道你哪个是真猴。耶，敢惹我！我擦！我的归我，我就是深海。深海哥。耶！回家十五。快，我去作战了。护甲魔抗怎么能一样呢？我要是没出这个小布甲，护甲跟魔抗好像是一样的，一模一样，没啥，没有任何区别，都是168。别跳舞了，快点的吧，你跳个粑粑，就你那会儿还跳舞呢。这要不是我，我跟你说，整个别人指定就得骂你。那性格。